小城故事多，充满喜和乐。若是你到云林来，收获特别多。看似一幅画，听像一首歌，人生境界真善美，这里已曝光。谈的谈，说的说，云林故事真不错。请你的朋友一起来云林来做客。谢谢。1月29号呢，是我们邓丽君小姐的冥诞，66岁的冥诞。那我们特别为她呢举办一系列的这些纪念怀思的这些活动哦。那尤其是1月26号，我们特别在她的故居啊，云林县宝中乡田阳村呢来举办哈这一次音乐会。1月16号之外呢，我们在5月8号。啊，你怎么说啊、哦？也是在邓丽君的故居来举办。那还有5月11号，我们啊办一场歌剧和日军再来，就是在我们的文化处的表演厅。那一系列的活动，我相信会非常非常的感动哦。我希望借由邓丽君本身的光环，能够把云林呢带出去，让世界各地都能够认识云林，也能够啊了解云林，甚至能够来到云林感受我们云林的这个淳朴的风情。那也能够在这里呢回忆邓丽君。我相信来到这个故居呢，你就是亲临啊跟邓丽君呢更加的紧密的结合在一起。所以我们再一次的呼吁全世界各地，包括日本、韩国，很多很多邓丽君的歌迷呢，能够来到云林县来欣赏、来回忆、来缅怀、追思我们心中永远的情人邓丽君，一起来追思我们心目中永远的情人邓丽君。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，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。所以我求求你，别让我离开你，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。有请蔡姑娘，谢谢。